欢迎乡亲收看十月二十号的新中华新闻，我是林浩，你好。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到身体健康的问题。中华基督教病院结合科技医疗，举办社区医疗健康检查的活动。在立委谢依峰的牵促之下，健康检查的活动来到埔阳乡的丰泽社区。现场的民众参与是非常的踊跃，社区嘛动员真侪志工来协助，后来参加的乡亲都能顺利完成这届健康检查。中基医疗团队下乡举办健康检查，受到民众欢迎，参与非常踊跃。中基结合科技医疗举办社区医疗健检活动，在立委谢依峰的争取之下，健检活动来到埔阳乡丰泽社区，帮助民众了解家己的身体状况。工研院与彰化基督教医院共同合作，把先进的智慧医疗以及远距医疗的技术导入到我们埔园社区的健检的活动来。那所有的居民可以在埔园当地就可以做检查。那彰化基督教医院医学中心的医生就会在彰化市做远端的这样子的一个监看以及了解情况。那如果有进一步身体检查有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进到医学中心去做进一步的治疗以及检查，这样子会节省医疗中心的资源的浪费的问题，以及可以协助我们医疗评级区的居民可以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以及未来如何再做进一步的健康治疗。为了让偏乡的民众买当地的上好健康检查，这个健检活动出动了20多个人来服务，让活动可以更顺利来完成。我们今天彰化基督教医院哦，大概动员了将近20位的医护的同仁，然后还有我们的事务员、行政人员等等哈，就来到埔阳乡这个社区，然后看到其实乡亲都非常热情，然后也很在意自己的健康，所以我们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社区健检的服务啊，其实就是把这些医疗资源带到平常都用不到这些资源的区域里面。那我们就是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然后由就是病人不动，那我们医生动，这样子的医护动，这样子的一个行动的社区健检方案，然后来帮这些民众早期的发现一些疾病，那早期的治疗，然后他们能够更健康。健康检查，民众参与非常踊跃，感谢中基家里为关心因的健康。社区有办这款活动吼，啊，算讲吼，即个全民吼来做一下身体检查，啊，对身体都有帮助。啊，咱即个在讲咱有啥物毛病，啊，即个用查康去提防，通去用看安尼啦。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立委哈，替我们争取的这次的经费。那这次跟健检跟以往不太一样，就是它有进一步深入的，比方说心电图，还有抽血各项的检查都有。其实对我们的村民还有我们的长辈是一个很好的福利，他们不用跑到那么远的医院里面，然后要去那么大排队，是真的一个很好的福利。谢谢我们的立委为我们争取了这项的资源。中基医疗团队下乡举办健康检查，受到民众的欢迎，希望未来会当多多举办安尼活动，方便民众嘛照顾民众的健康。新中华新闻，突然千波岩彩虹报道。